天前来参加 ACPF 第三届亚洲国际煤业大赛2023。让我们响起最响亮的掌声，让我们一起欢迎国际评委入场。现在我宣布，我们第三届亚洲国际煤业大赛正式开始。We'd like to invite the chairman of ACPF. 在这十五年来呢，给我最大的感动是，从第一届 ACPF 煤业大赛的百多人，到今天有600多人的一个场面，非常开心。所有的选手呢，都能把他们的自己的技能带到这一个国际赛场上面，跟更多海外跟本地的煤业人一起深度的交流。我在这里承诺 ACPF 煤业平台呢，除了会走到另外一个高峰以外，我们将会做得一届比一届更精彩。身为一名煤业人士，技职教育认证呢，对您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要获得大马技术文凭呢？主要第一，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职业的素养，还有你的竞争能力；第二，获得职业的认可；第三，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。第三届亚洲国际煤业大赛第一轮比赛正式开始。其实呢，我们的这次的选手呢，有来自全世界各地不同的煤业人。Come to Malaysia to do a competition ACPF.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煤业大赛啦。My name is Tonya Unabo Omotsi. I'm from Nigeria. Think is gonna create a big opportunity for me in the future. Kumpul pengalaman, jumpa ramai kawan, and boleh dapat lagi ilmu. Hi, my name is Rika. Actually, I'm from Indonesia. I will introduce to my friends, my colleagues, who are interested about beautician. This year's competition.有比往年办得来得更加的好，最明显的是这个参赛者的提升。因为比赛呢不只是一个输赢，它可以带给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，知道自己的强项与弱项。5 4 3 2 1，比赛结束。非常感谢，无论在第一届、第二届，甚至是到现在第三届的煤业国际大赛，有这个委任仪式，让所有的煤业人对接煤业资源以外，还能让更多煤业人在加入后对接国内外认证，希望未来可以看到更多的煤业人凝聚在平台合作，实现更大的突破和成就，让我们一起开启属于煤业人的奇迹。